江湖画家游清湖，当年是因为中风的关系，目前住伫安养院接受专业照护。三中区长刘来通进前特别前往慰问，希望伊会使努力复健，有机会继续画图。一看到老朋友来访，江湖画家游清湖看起来真有精神。三中区长刘来通过去担任三中警分局长，就互相熟悉。这摆知影伊伫安养院，特别前来慰问。我得知他这一次又中风嘛，所以特别到这边来关心他，然后刚刚看到他，他也表现出他还是很有决心呐，甚至承诺他还要继续绘画创作，那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。老师说过去只知道练武和画图，现在虽然破病，但是电脑加很多时间看书，知道更多人生的道理。他相信这是天公伯对他的实验，他自己也会更努力。我现在记忆都加很好的时间，比较不方便的书。我说一句就知道，风雨生天言，梅中雪中奇。人有不如意，唔免怨叹自卑。因为风门的坚韧，通过了生死的考验，才能严厉呈现在咱的眼前。凡事无易，反而含错骨，眼底梅花扑鼻香。人生的路千回万转，出路的惊喜，只要耐心忍心，踏实行去。才能克服一切不如意的事，迈向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总基地拢无事啦。虽然安永伊有专业照护，但是无比伫个厝内，所以伊难免心情郁卒。杨太太真感谢即摆区长带大家特别来关心，可以会使重新展现笑容，提振心情。饼干啊，我爱食咖啡。我爱食咖啡。来看我表演双截棍给你看。我一手我都拍双截棍。记者新庄林金如，三重采访报道。